真的是一条直线可以走过去，真的是，真的就这样一条道走过去，不全是，这两端这两个整个这样修的，一直能到前门路上。哦，这属于是南中轴线。哦，那要过什么门？什么门？什么门？这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的门了。养的鱼能吃刺身，我觉得够呛，所以我觉得他自个儿养的可能居多。来咱们中西的城市，东明啊，东明，东方还有一个西北的南锣鼓巷，对，南锣鼓巷是南北走向，对，然后东明啊，咱们一会儿去个东明胡同，一直走就会走到天安门，哎，不是，是天安门的路，好像进了帽儿胡同，对吧？对。Thank you.